接着下来要轮到彭振敏了。彭振敏呢，在今天的第一个打席啊，是敲出了一支中外野方向的阳春全垒打，今年球季的第七号，也为相对呢追回了一分。第二次的遭遇到连田，连田在这场比赛之前呢，哎呦，这个球打到左半边，会是两个恰恰好吗？上去喽，吼吼！哦，连田佑哉都不得不服气啊！这一回彭振敏是抓第一个球，一打出去呢，左外野手跟中外野手都放弃，没有再往后退了。唯一要移动的就是看台上施工的罗刚本佑了。哦，赶快去看这个球掉在哪里！哇，这是一个左中外野方向，在太阳还没有下山之前呢，彭振敏就打了两支全垒打。哇，这个球呢被在看台上施工的这些朋友们呢给捡到了，也是相当的幸运。哇，彭振明单场双响炮，比数现在变2-4。哇，这两棒敌就打得都够扎实。嗯，一打出去哦，看到外野手原则上也退了两步之后，就没有再追这颗球。对。哇，今天相对靠着彭振明呢，目前是又追了一分回来，比数变成2-4。这也是今年球季呢，彭振明第一度的单场双响炮，真的是两支恰恰好。